大叔给我炒个辣子鸡。好的。多少钱一盘？50。哦，好嘞。啊，这是放花生油。花生油。哦。哦，鸡肉下锅。哦，要油炸一下吗？哎，得炸。这一份这么多啊？50。哎。我的天。这得炸到什么程度啊？炸的得的焦黄。哇，看着就有食欲啊。这样把油要控出来。哎，对。嘿。金黄酥脆，哎，哦，还留点底油，再放入这个葱，哦，这是放蒜片和姜片，姜片，哎，哦，炸一炸，炸一炸，对，这个属于是临沂特级了，正宗临沂特级，哦，来点辣椒，啊，刚才风给刮掉一半，啊，辣椒啊，煸一下，那边煎着鸡，这边呢，煸着蒜。姜，哦，炒一下，哎呀，色香味俱全，小味道挠就上来。现在再放入各种调料，茴香、花椒，腐皮，啊，这点来点这个炒鸡酱，是吧？搞里头，哎呀，老师傅的手艺啊，非常不错啊。大叔，你炒菜炒了多少年了？炒了20多年了。哦，20多年的老师傅。这个比较好啊。哎呀，这个是什么？蚝油。蚝油。啊，蚝油搞里哈。蚝油提鲜的。哦。这是醋。味达美。哦，味达美。味达美再搞里哈。哎。哦，再来点盐。你看，这还有偷印的啊，偷技术的。哈哈，这大叔在后边偷学手艺啊。哎呀。哦，再来点水。好嘞，辣椒搞里头。大叔，这是公鸡是母鸡？公鸡。哦，哟，哦，带冠子看看。哎，这几年的公鸡？3年的。哦。哦，这就出锅了。哎，出锅了。哇塞，这是这种深的盆似的啊。哎。好嘞，这一大盘出锅啊！哎呀，好。哎，到山东赶大集啊，不喝瓜二酒等于白来一趟，咱们整点。哎呀呵，尝尝啊，临沂炒鸡啊，哇，嗯，味道可以啊，挺棒的。它主要是它挺舍得放料，你看这个姜片、蒜子都放的很多。嗯，哇，这么硬的菜，咱整点瓜二酒。花生油喝特别绵软，好入口。它是鸡头，有喜欢吃鸡头的吗？给大家，这是鸡头肉。哦，可以。为山东美食点赞，为大集的花生油点赞。